哇哇！哎呦呦呦呦！有货有货，别跑别跑！三二一，走你！呀呵，这往大里，这往大里溜溜圆吧，溜溜圆。喜欢看传统杂货的，记得一群三连，求个赞。哦，求个赞，八妹求个赞，你们点了没有？八妹就求一个赞。现在还能求什么？对呀、啊，女子撒网界还有谁？八妹先喝口水啊，喝口水，喝口水，来，哎。八妹先喝口水，喝口水啊！起网上鱼，这一网估计可能要出大货。看视频记得要点赞，不然等于白看。对，什么货？呦呦呦呦，有货有货，别跑别跑！什么呀？我天哪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哎呦，我看到了。好多泥巴呀！张个大嘴巴，哇！哦呦！哇，还不小。这么大？还不小嘞，它竟然都不动弹，你看。我的天，这么大一个！哇塞，它竟然不动哎！它还是个白莲，给大家表演一个啊，单手拿白莲的方式。这是在乡下，在乡下。来看好啊！啊，看好，看到吗？八妹，我一个手拿得动的，基本上我都可以把它控住。两斤，离近一点，兄弟们说两斤。两斤，瞅一瞅，几斤？你们都知道我脸大吧？你看看我脸。对。还有我的手，你看到没有？两斤，看我的。五指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看这有多少闸？两斤，你家的鱼两斤这么大哦。八妹，直播间有粉丝质疑你是先抓网里的一条死鱼，哎哎，要跑要跑。哎哎哎哎哎，死鱼！来，有人质疑你，有人我们证明一下啊，你看证明一下，看是不是死的。我还没有准备好。你不要着急啊。